好，我想先问一下对面的嘉宾，你认识冯雷吗？非常认识，太认识了，太熟了，老朋友了，老朋友了。你有多少年没有见到他？差不多30年了吧。30年前的一个朋友，他说你们之间有很多需要了结的事儿。30年，你都面对面。30年前，两位非常非常年轻的人，他到底是谁？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掌声有请歌手李咏。哇！男孩子有一个响亮的名字，男孩子粗枝三儿不必小声说话。哎呦，刚刚还说你呢，龙哥好，龙哥好。我天哪，这是我的偶像啊！大家好。哎呦，勇哥好，你们真行，没敢往那儿想。哎呦，我天哪！非常感谢，把我这个30年的兄弟找到了，真是，哎呦，我没想到吧？你没想到吧？而且等于30年，包括刘伟，哎呀，你们太厉害了！你要知道啊，看看这个是这个弹吉他的是你是吗？啊，这是我，这是对对，就这个穿红衬衫的这个，对，特别帅，我其实当时看这个的时候，那个上面有一个名字，然后呢上面叫说演唱者谁谁谁谁谁，有他的名字，没你的名字。他是主唱，我们是伴舞吗？半夜3点发给我，让我辨认。我发在了一个群啊，对，我先发给他，让我辨认说这是不是李咏。我们是最好的哥们儿，但是我看了半天，我还是不敢拿。然后我就发给了他，我说哥，这是你吗？他说哟，我这你都能找出来。我说你知道他火了吗？哎，他都没对上号，你知道吗？对不上号，那时候他们是大歌星，我们是在旁边。不是，因为你，我真的是，你长得又确实有点太着急了。我们把完整的这一段1988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这一段准备了一下视频，在这一段中呢，当时冯雷作为一个高中生代表，参加了1988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。在这个节目中，主唱就是李咏老师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不他们是，那就是真的，实在是联想不到是这个，是现在这么火的。这个我理解，因为那时候他们是专业选手，就像我们演戏也不一定说每个群众演员你都能记住，因为每天见人太多了。是的，这个还希望有些朋友能理解，我是特别理解那种心情。就是你知道我跟他打电话的时候，我说我要采访冯雷，他好高兴啊，他说你把我这失散30年的哥们儿给我找回来了。对，因为那个阶段对我是一个。男孩，我还真不会弹，我也不会啊，那就好，比比样子呗。来，关键你那霹雳舞啊，别忘了啊。男孩子有一个响亮的名字，男孩子粗枝三门不会小声说话，男孩子心中燃烧不尽的火，男孩子生下来就是大一番，男孩嘿嘿，男孩男孩嘿嘿，男孩男孩嘿嘿，男孩男孩男孩嘿，男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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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冯雷虽然说那一届春晚呢可能很快就过去了，但在当时也是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吧？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了，对我来说啊。对呀，而且你能告诉我那个时候李咏是什么情况吗？那个时候你怎么看他？特别红，我们是完全是仰望的。完全是仰望的。而咏哥还真是这么多年也没怎么变。对呀，在路上要是碰见能认出我吗？那个认不出来啊。那对，我觉得你们俩互相估计都肯定打起来都认出来。他一定得有这规定情景。
但是像刚才那种，我再仔细看，也许能想起来，但是那猛一下就不会往那想这个事儿。对啊，但你俩一抱那一瞬间，我还真的挺感动的。我刚才就是特别着急在后，我怎么第一个不安排我出来呢？我就是在后在看你。对，因为我也没往那想，没往这个行当里头想。对，特别为你高兴，这角色演的心狠手辣，太棒了。这么多年，很多观众都在问你，你在忙什么？转了一圈吧，还是什么都做过，做过那个酒吧呀，做过饭店呐、餐厅啊，转了一圈，做什么赔什么都不行。我最后现在还是做音乐，又回来做音乐了。对，回来了，还是做音乐，等于是你传染的我，是吧？我转一圈不行，回来演戏了，传染的这是。他也是做一圈，好像也赔了是吧？是挣着钱谁回来呀、啊？今天特别开心啊！勇哥也是我特别好的朋友，我觉得勇哥你唱这么好，必须出来，是，真的是，今天来到这儿，来这儿认了一个兄弟啊，认回来一兄弟。你的这首成名作能不能在这儿呢送给大家？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好汉，三个对呀、啊，也很适合今天的这个好对呀、啊。迎来史上最萌袖珍女孩，今年30了，海拔128cm，我的身高是1.25米，身高1.3米。他们虽与常人不同，却和我们一样勇敢追爱，活得精彩。谁是有对象的人，向前迈一步；谁已经结婚了，向前迈一步。哎呀！而今天三扇大门的背后，又隐藏着哪些与他们相关的故事？妈呀！见了他多尴尬呀！我有很多年没联系了，没联系了。你老公没来吧？没来，我怕揍。这么高的前男友。下期你看谁来了？为您揭。